很高兴廖老师愿意到内湖来开课。那这个芭蕾一直是我从小很向往也很想学习的，虽然现在已经熟龄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芭蕾可以练我们的核心，练我们的姿势，还有仪态，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同归于学习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然后也从此可以借这样的课程呢，说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角度啊，或者是你的可动度啦，你的使用度到底是在哪一个的 range 当中。OK， 我们希望在课程中能够看到你哦。谢谢老师。OK。谢谢。